篮球的天师家人们，大家好！我叫杨建红，来自美丽的中国，那里有5000年的文明和享誉世界的养生文化，那里有长城、长江、黄河。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是黄河、母亲河哺育了我长大。为了改变家族的命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在学海中一路披荆斩棘，坚持梦想，终于实现人生的第一次飞跃，从农村到城市，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教师，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0余年。我有一个温馨的家庭，美丽的妻子和帅气的儿子。20年前，由于不满足现状，我接触直销，选择天师。这一坚持就是19年。19年来，我始终的追随公司，追随李董，坚决贯彻执行公司的各项政策，成功的实现人生的第二次飞跃。我荣获公司各项大奖。首先，我3次荣获公司英雄名车奖，飞机、游艇、别墅3件套大奖。我曾2次荣获感动天师人物奖、10年忠诚奖和功勋奖。同时，在我富裕之后，我有能力回馈家乡和社会。多年来，修路、建校、办老托所、捐赠灾区，累计达300万人民币。今天，我要告诉在座的各位，我们只要坚持，只要跟随，我们就能够发展。我希望所有的天师人都能够在天师这个盛大的舞台上成功的实现人生的梦想，而不断的超越。19年前，在李金源董事长伟大的梦想感召下，健康人类，服务社会，成千上万的有识之士从世界各地来到天师，实现个人梦、成功梦，而不懈的努力，奠定了今天天师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基础。去年，公司推出超越计划，在3次腾飞之际，公司推出超越计划，让我们提速增量，快速发展。起初，我们也心存疑虑，有些领导人坚决反对，更有甚者离开了市场。面对重重困难，是李董、白总和系统领导人不断地给我们自信，给我们力量。我们终于认识到超越计划它的重要性以及市场的独特性。在我们看来，超越计划是市场的强化方案，它可以快速地提升我们的收入，创造骄人的市场业绩。超越计划通过阶段性的启动，最终它的目标就是要启动全球市场。在团队的核心以及市场领导人，尤其是七剑客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统一思想、统一目标、统一认识，终于找到超越计划和市场的结合点。去年12月份，我们创造了超高态的业绩，并且连续12个月荣获公司业绩第一名中国区，从此拉开了中国区超越计划的序幕。如今，我们不同级别的领导人都受益于超越计划，中奖人数
达到5000人次，团队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我们高素质、年轻化、有活力，我们团队领导人不断的下市场，不断的激励市场，举办各种各样的讲师训、起飞训和腾飞训，极大的激励了市场的活力和激情。在人心齐、业绩齐、中国区超越没问题、超越、超越、超越的口号激励下，我们不断前行。今年我们仍然要引领中国区，明年我们将会引领全世界。都说相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我相信李董，相信天师。李董是天师航母的舵手，大家看画面中我们坐船，李董为我们划船，把握方向。只要我们相信、追随、紧跟天师，我的今天就是在座各位的明天。今天到会的所有的朋友都是最正确的选择。刚才白总在讲话中提到功勋荣誉奖，在此我要向全球的天师人发出誓言，我要冲刺最高功勋荣誉奖。最后，我衷心的希望超越计划能够给我们全球的天师人带来利益，达到收入超越、级别超越、荣誉超越，真正感受到超越计划给我们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只有不断的超越梦想，方能够引领未来。我感谢李董，我爱李董，我爱天师，我爱所有的天师伙伴。我100%的相信，100%的跟随，100%的执行，成功一定属于您和我。让我们一起超越，一起加油，明年欧洲领奖台顶峰相见。